同学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我们这一讲继续讲水墨人物写生。这一节课呢，我们呢就画一个就是常态的一个姿势。画的时候呢，如果你可以的，你手头比较熟练，那么你直接画；如果你觉得你没有把握，你拿炭笔轻轻写个稿啊。为了让大家能有一个了解一个过程，那么这一次呢，我用炭笔起个稿。注意它的特点啊，这个模特呢是云南的啊，它有地方的一个形象特点啊，脸比较圆比较方，那种方圆的小方圆脸的感觉啊，颧骨比较大，要注意它的透视。你画这个的地方的时候，啊，要注意它这边对称，啊，这种对称的形体又在一个透视状态下，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它啊。反正边线切的地方，一定要找到它对称这个点。尽量轻，
在落墨之前再找一遍啊，看看它这个方向啊、透视、结构、对称啊。 侧面的这个透视要特别这个注意，这边都是这边，这一个折啊，有一个像这个似的啊，这边是这个面，这边是这个面，要给它搞清这个方向。 这个，他虽然穿着衣服是宽松式的上面啊，但是呢，你不能画的感觉胖啊，要找他这个能瘦下来的位置，比如说这个地方啊，就是他腰身很小，但是呢，你要画一点啊。 这腕子是个方的啊，是个这个像小板儿一样，它是这样的一个形状，然后连接的，跟扇子一样，像扇柄，啊，这扇子呢，有时候是平的，有的时候呢扇子呢是这样的放着，啊，这样的，啊，插在里面，然后才有骨节儿，在这延续下来。 嗯，所以到这个地方停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么一个连接啊。 这个背下常态的东西特别容易，这样的时候特别容易，最简单的就是这个常态。啊，往往在这上出问题的时候，就说明你的确有问题。
啊，在第一个阶段出问题，行不准啊。第二就这个，有个透视变化。第二阶段，那么这个阶段比较难了，这画头发的时候要分绺啊，分绺分组啊，按头型来。 这边那个眉毛往这边来了一点点，那这边眉毛呢，也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过渡，要找到对称的啊。线形素描呢，就必须你要弄明白，你再画，把架子弄清楚以后，里面怎么回事啊？结构、解剖、透视，三种元素凑成那个架子，然后你再决定用线条来表现它。 后头线条比较粗。
分流啊，分组分流。把主线勾出来，这个地方粗线。两个关节衔接的地方啊，两个物体重叠在一起的时候，一前一后的时候，重叠那个位置上一般都是粗线啊。这是粗线，因为它有一个空间了。这外轮廓细线。手要特别小心啊，尽量，尤其画的妇女，这手要尽量长线。长线，这个在前头了，这个在前头。就主要的线，我们勾的找了一下，其他的线呢，基本就不是线了，它是灰面了。灰面像山水那个村啊，有的是大长大的长的灰线，
有的是短的灰线啊，这个有点像村的那种感觉啊，就辅助主线，加强透视啊，找结构，这就我们画那个素描的时候经常说啊，粗线细线灰线，灰线就起这种功能，它不是线，它是面啊。叫灰线，但是实际上是面。有时它接的那个粗线的那个细线或者粗线的之间那个头再往上延伸一点，有时接在他们那坎上走啊，要对上那坎那个方向那个气口朝哪儿去了，灰线帮着他们完成。这边气口了，那么这个脖子底下这个地方就染进去。我们再给它细心找一遍，这个经常会出现一种误会啊，就是有时候画的是头小脚大，就是我这么近距离的看，我看画画的时候我总是这个画面离我最多一尺远，这个本身造成一种视觉上的错误。实际你推出一米以外可能就不好了，但是往往我们在教室的时候呢没有一米的空间给我们啊，人跟人之间是这个并排，几乎是前和他们挨着，就插进去的都是，是吧？看这个模特的时候，在大画板立着，一人都高，你站起来都看不见，从上面看不见，就侧过头往那边去看，然后再画一眼，然后画的脚的时候呢，就完全都变形了。等你坐下来再画脚的时候，你再看脚的时候，跟你刚才看那个人的视觉不一样，就是你摆的时候，这个操作方法就有问题。所以你使板子的时候呢，最好你不要使那么大的画板，小画板或中型画板就可以了。中型画板拿手拿着，你坐在那儿拿手拿着，这么支着画，啊，从这个地方到这大概一米多就可以了。所以提醒电视机前的这个同学，尤其在院校的同学，要尤其注意啊！你从现在开始调整你的这个操作方法。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儿，谢谢大家。